下半场一开始，浦原是跟敌人的防守，连累切入之后急停中距离有，哇，这球也是有难度。井浩的手上其实非常有正确的选择，但是并没有把握住。连累的外线 for three， 为达兴送上遥远祝福。对，现在他出手的时候，就跟我们以往对韩国队的射手的印象一样，一出手大家就胆战心惊。